所有的确认手续和检查都已经完成了，一切都很顺利。这里的天气情况呢也十分的理想，而球迷的热情呢也跃然越高。哎呀，对不少人来说，花一下午时间来看球，真的是油腻中年男摆脱油腻完美的途径啊！哎，油腻中年男摆脱油腻，这对很多人现在好像很多球迷都有这样的苦恼。没事，一起来看球，一起告别油腻，这景象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 已经打响了，拉莫斯、维纳尔杜，漂亮的抢断，好球！罗伯特·费尔米诺，漂亮的直塞球，萨拉赫靠身体把球抢了回来。 一记低传，伊斯科，触角很及时，马内，维纳尔杜姆，萨拉赫，天哪，萨拉赫，哎呀，漂亮啊！这个位置他太熟悉了，他很清楚自己必须在视频角度前起脚，但其实可以稍微前倾一点，好让准度再高一些。出界边线球。 罗伯特·费尔米诺，罗伯特·费尔米诺将球塞过去，马内门将表现非常给力。伊斯科想要穿透防线，阿森西奥展示了华丽的技巧，抢得好，没有让对手吃到豆腐啊！销魂的跑位，拦截更是销魂，球迷们看的都是魂飞魄散的，哎呀，太销魂了。 塞罗读懂了对手的想法，成功抢断。卡塞米罗把球抢了回来。马塞洛，阿森西奥，维纳尔杜，漂亮的拦截，解除了危险。阿诺德。 罗伯特·费尔米诺，这是一个边线球。维纳尔杜姆，萨拉赫，一记低平球。门将没能控制住，要不是后卫反应及时，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。 在马内脚下，正在射向球门。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，虽然表现出了进攻欲望，但是两支球队都没能破门。这场比赛的走向确实让人难以预测。不知道上半场的比赛和你的预期相符吗？教练应该换一两名有创造性的球员，他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往前方诉求。 场面毫无进展，比分仍然是0-0。好的，比赛现在继续。前45分钟的赛况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啊，尽管双方很努力，临门一脚总是差那么一点，这个需要有人挺身而出，改变比赛的态势。
来到前场，本泽马跑向了接球位置，球就像是粘的，大力轰门，球被门柱弹了出来。这脚射门哈，有些水准，刚才已经无比接近进球，几乎是一脚完美的射门，最后被门柱弹出，只能说是稍欠运气，全在毫厘之间。确认，马上就会有人员的调整。好的，教练打算为球队的进攻增加一些创造力。罗伯托·费尔米诺试图直飞，马内传球，马内有机会打门。时间和空间不进啊，就必须得回去写检讨了。禁区里有这么多时间，进球当然就不是问题了。后卫对这次危机全然不觉，这是集体的迷失。领先，这个时候主教练需要立即调整战术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形势会越来越紧迫，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。罗伯逊，马内，马内。很有穿透力的传球，这次抢断非常关键。都出界了，身体优势啊，这点让对手很吃亏。球打到中路，非常准确，他已经预判出了路线。米尔纳，他们信心十足，体能也非常的充沛，不过他们必须保住球权，不能再把球送给对方。据孔子的《论语》记载，烂的传球不如不传。伊斯科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刚刚丢球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盗射门，潇洒的进球。有两球保障，比赛十拿九稳。中场犯错就被迅速打了个反击，防守还没到位，球已经进了球网。他们为这次教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肯定是全力以赴了，可是没有什么收获。精彩的团队协作，也很有拼搏精神，可结果却不是他们想要的。
在90分钟的较量之后呢，苗指导，你对比赛有什么样的评价呢？他们必须承认，这90分钟的比赛控球做得不怎么样，进攻的节奏完全被对手打乱了。显然啊，对手对今天的胜利渴望更加强烈。现在我们即将进入尾声，